林畅，你看这个适不是很适合做书？钱。哦，那我捡回来。不用。我帮你扫，帮你扫。哎，林畅。嗯嗯。检查卫生。警察。 地面有垃圾，和你们劳动委员说，扣5分。我就是劳动委员。难怪啊，当官了。是啊，我的地盘有我来守护，就几片树叶而已，你别吹毛求疵啊。学长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这些资源脱落的树叶呢，不属于扣分范围，您放心吧。谢谢学姐。刚才是开玩笑的。 现在可不是，不就是个垃圾袋吗？摘下来就是，让我看。一二三，哎，我，哟，让你来，帮你啊，不行，不行，让你来。哎，算了，哎，算了，学妹，你等它掉下来再捡吧，我们不扣分。你别爬了，我开玩笑的。 小兔，你快下来！我跆拳道可不是白练的，娟儿，接着啊！哎，师傅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学妹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没事，就是屁股有点疼。你还是赶快去医院吧，再晚点就痊愈了。